段，两段，三段。第一段就是遇上了主峰，这里有一点高出来，遇上了主峰。那么遇上主峰，这个都是这边呢有这里就是不太好爬的哈，不太好爬，就是一个有零线，它有这个断崖哈，断崖，你看看，这断崖啊很深哈，你常常跌下去大概就活不了。这一边的呢，这边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，这个比较大一点的那个坡，那这个坡哈，这个坡从这里过来，这个是马路啊，这不是马路，这人走人爬的，是，这样，第一部分，第二部分，第三部分，这里就是一个陆地哈，那么气象站在这里，那我们今天只画这里，其他用云把它盖起来，哦。